就是像入门训练梅花，梅花，写意山水，松松，牡丹，这一本卖多少钱？这一本是卖3块，3块钱。对，这是牡丹，这有虫子，荷花，是鸟。比如说平常书展跟鸟，你们记的价钱都一样吗？对，兰花，兰花，竹，竹，翻一下吧，翻就是每一本翻个三五页，对，差不多3-5页，让大家看一下里面内容怎么样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卖那个百灵果中英双语的那种画册？没有，一般现在还比较少。对，这是兰花，兰花，兰花的基本画法。然后这是写意山水，写意山水，我看了也挺复杂的，它还入门训练，我看了也挺复杂的。入门这个画不来啦。就说基本上，就说从最前面那个，他会教人家怎么画那个树木嘛 ，trees。啊，对啊，用什么毛笔啊？啊，对。这荷花，荷花。可以，这写意的嘛，对，写意荷花，好 ，OK， 来个鸟 ，birds， 这是写意的，比较简单的，对，工笔的就难很多，对，它这是分写意篇，还有一个是工笔篇，工笔篇，好了。好了，这个好了，对，这边好了。好了。